天之木，必有其根，淮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灿若星河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如有源之水，滋养中华民族，绵延不绝。山西是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，目前山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，稳居全国第一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79处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515处，可移动文物320余万件，世界文化遗产3处，千百年时光都凝固其中，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厚，每一件文物都以自己的方式标记着历史时空的痕迹。当文物穿越千年与当代潮流碰撞，迸发出了不一样的火花。古老的文物也有一颗年轻的心，脑洞大开，穿越时空，奇妙文物活起来，动起来，嗨起来。欢迎来到山西，打开时光彩蛋，感受古老文物中萌动的心意。